瑞延溪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于1989年10月设立，位于南投县仁爱乡，属南投林区管理处埔里事业区第131到1360班。本区设立的目的主要在保护本省中高海拔区域具有代表性的生态体系及珍稀资源，面积约2574公顷。东以合欢山主峰到昆阳的棱线为界，南以昆阳到翠峰山脉的棱线为界，北侧以平行瑞延溪北岸100公尺为界。瑞延溪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位于台湾心脏地带，涵盖范围由海拔1210公尺到3416公尺，可以划分为阔叶林、真阔叶混合林、针叶林、高山灌丛和草生地，以及森林溪流等生态体系。由于涵盖类型的完整，可说是本省最具代表性的山地植被缩影。区内大部分没有遭到人为干扰，植群相当完整，因此提供无数野生动植物良好的生长环境。根据研究人员调查发现，区内植物有146棵847种以上，鸟类34棵121种以上，哺乳类12棵26种，爬虫类5棵20种，两栖类4棵9种，林下属植昆虫象95棵，大型真菌175种以上。目前在区内设有监测站，提供保育人员监测休憩以及作为解说教育的场所。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瑞延溪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内，一睹它的原始风貌以及四季的变化。春神的来临使大地逐渐苏醒，万物在经过漫长冬季的休养生息之后展现了蓬勃的生机。在2000公尺以下的阔叶林带中，许多的植物都在这个时候发新芽、展嫩叶。由于植物的种类繁多，奇异度很高，因此各种植物所呈现的风貌也都各具特色。瑞延溪是北港溪的上游，发源于合欢山的主峰。在本区的水源头，森氏杜鹃正赶在春天绽放美丽的花朵。在瑞延溪的支流两侧，经常可以看到台湾赤羊。台湾赤羊属于阳性植物，是冲击或崩塌地形植群掩替的先驱树种。除了这些土新芽、长嫩叶的植物以外，也有些种类在春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生长在岩壁上的台湾一叶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每年的3月到4月是它的花期，粉红色的花朵衬着单一的一片绿叶，外形非常高雅。由于台湾一叶兰是属于数量非常稀少的特有种植物，因此更需要加强保护。当梅雨造访，时序也告别了春季，正式进入了炎炎夏日。无论是阔叶林或真阔叶混合林，都变得更加苍翠茂密，满眼尽是绿意。这个时候也是百花争艳、相继盛开的时期。
沿着往合欢山的道路前进，在本区临界台大农场的新人岗附近，同样在每年的四月到五月是红毛杜鹃的盛开时期。整片花海是高海拔山区初夏的特殊景观。分布于海拔2000到2700公尺之间的针阔叶混合林，除了樟科和壳斗科等阔叶树种以外，这种昆兰树又称为台湾云叶，是冰河时期所结移下来的物种。由于具有假导管及多数花蕊和新皮，在演化上属于比较原始的阔叶树。每一种生物在夏季里看来似乎都显得格外有生气，蝉鸣鸟叫不绝于耳，在阔叶林内更是热闹。由于阔叶林内藤蔓密布，以及各种植物的遮蔽，形成天然的屏障，数十种鸟类在这里建立了他们的天堂乐园。冠羽画眉、台湾噪眉、灰喉山椒、青背山雀等各种鸟类经常来来回回穿梭于树林间。不过最能吸引众人目光的还是雉科的地雉和蓝腹鹇。由于生性机警，行动非常隐秘，因此通常并不容易在林内发现它们的芳踪，只有在晨昏或雨后的林道小径上进行觅食活动时，才有机会一睹它们迷人的风采。夏日的雷声已经逐渐远离，凉爽宜人的秋天正悄悄地为这里换上不同的彩妆。到了九月，可以发现台湾红豆杉坚果状的种子，种子外层的假种皮正慢慢的由绿转红。由于台湾红豆杉种子发芽困难，幼苗形成不易，加上临床证明具有抗炎等医疗功效，导致了滥采盗伐的情形发生，族群正急剧的减少中。因此保育人员除了加强巡逻之外，更积极从事复育工作。叶背有两条白色气孔带的台湾粗蜚属于台湾特有种，由于外形很像台湾红豆杉，容易被误认而惨遭盗伐。台湾粗蜚的生长情形十分缓慢，加上种子发芽困难，新一代的幼苗成长不易，因此数量已经明显减少，有逐渐消失的危机。海拔2000公尺以上地区经常云雾缭绕，这就是典型的雾林带。雾林带所产生的特有植物林相，以寄生和复生植物的种类最为繁多，像碎花蛇菇，以及铁杉林下晶莹剔透的水晶兰。森林是水的故乡，雨水滋润大地，大地孕育万物。
原始的天然林则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场所，让各种野生动物悠闲地生活于林野间，为这片广大的森林地增添了不少自然野趣。温驯无毒的标蛇是保护区内最常见的蛇类，主要栖息在中高海拔山区的阔叶林及混合林中，是台湾的特有种。入夜后的保护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宁静，许多夜行性动物正准备展开它的夜间活动。台湾长耳蝠是台湾的特有种，分布于海拔2500公尺左右。竖立着的大型耳朵非常容易和其他小型蝙蝠区分。俗称黄鼠狼的华南幼鼠是肉食性的动物，经常在夜间出外觅食。天然林和高山箭竹草原是它的主要栖息地。夜晚也是两栖类进行觅食活动的时间，梭德氏蛙和盘古蟾蜍是这里最常见的两栖类。在保护区内还可以发现冰河时期所结遗下来的山椒鱼，它是台湾唯一有尾巴的两栖类，白天主要栖息在比较阴暗潮湿的腐木或是扁平的岩石下方，夜间才出来觅食。目前对于它们的生态习性还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数量非常稀少。夜已逐渐枯黄，白天的气温也明显下降，一波波的冷气团占据了整个山区，一场大变化正在酝酿着。11月以后是最佳的赏枫季节，真阔叶林带的台湾红榨醋宛如夕阳染红一般，成片的红叶树海真是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红块、台湾铁杉和台湾冷杉是组成针叶林带的主要树种，其中块木林的分布大约在海拔2200到2600公尺左右。区内有胸径3公尺左右的红块巨木群，看起来非常壮观。台湾铁杉是本省固有的树种，分布于海拔2400到3000公尺间的区域，枝条常呈水平生长，树形非常优美。分布于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台湾冷杉常呈小面积纯林，冷杉球果成熟的时候会呈暗紫色，椭圆形的球果表面常会渗出雪白的树枝，在接近棱线附近常有明显的火烧干扰，因此区域内经常可见火烧后所形成的白木林。
每年的12月到隔年2月，针叶林带的气温经常都在0度以下，清晨的树叶覆盖着一层冰霜，有时白雪纷飞，细雨微落，使得整个玉山建筑草原化成一片银色世界。3000公尺以上的地区，除了玉山建筑草原之外，还有玉山杜鹃和玉山圆柏等植物所组成的高山灌丛。在风和雪的雕刻之下，就好像是造型优美的盆栽，让人们不得不佩服造物者的巧夺天工。瑞岩溪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的设立，为台湾本岛保存了许多特有和古老的孑遗物种，可以说是台湾自然资源的基因库。期待本区的设立能为台湾本岛的自然资源留下生命的活水源头。